啊，这就是我们莱文斯的隐藏任务了。海尔达姆的地窖，而且竟然多了一个。这边隐隐约约有出现一个啊，好像有，总计有四个地窖吧。那这边不确定是不是显示 bug，那大家有兴趣可以来查看看。那我们就先来测试这个第一个地窖。这个地窖下来是雕像之谜啊。总计会有三个雕像，那要把它们旋转到正确的角度吗？有前置任务吗？有，你只要解完这一次的主线活动，今天的主线活动就会开启了。哦，这个应该是蛮简单的哦，你只要，不行。我以为是转到正确的角度，它会不转。好，那第一个雕像之谜啊，你只要四个雕像转中间啊，就完成了。因为它这个不能转，然后它的方向是正中间，所以四个面对面啊，就可以解完我们第一个雕像了。啊，这边就会拿到我们的新币啊。跟海尔达姆秘笺，还有我们的机械护甲材料，然后这边全部拾取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秘屋啊。那重点是这个秘笺可以拿来干嘛呢？在这个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瓦尼亚，那这边就可以获得勋章十个，不多啦，但是加减啦，加减啦。第二个地窖啊，是警报装置啊，基本上就是不要踩到警报装置就行了嘛。噔噔，啊，这个还蛮简单的。哦，这边还有给这个围巾20枚啊，CP 值还蛮高的欸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第三个地窖，七盆外钢井。这怎么卡那么多人呢、啊？然后这个是卡住解不了，是不是？那这边的话要击败特殊格兰体啊，就是你们讲的血流成河吗？所有人进来都那么硬吗？那你一般玩家怎么打？他说很白痴，他是没伤害啊，我给他打看看啊。没伤害了，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刚才刚慢慢耗了，主要不要被那个甲虫军团打到就好了。等一下19滴啊，这个甲虫军团撞到一下多少滴？哦，恭喜呀，恭喜发呀发大财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稍微认真打。我刚刚不想太认真，想说玩玩应该会过了，然后他不让我玩玩，那我们就认真点打吧。铁臂防御晶片应该没有用，因为它那个是只能抵挡一下伤害。我刚刚看伤好像有到8000多。所以理论上，就算你拿铁臂的晶片挡掉，应该也是会死。你让他拉回放，看一下那个伤害是多少。基本上只要注意小虫就好了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尽量用特效弹来打哦。这个特效弹爆头暴击的伤害是挺够的。
那重点是要注意这个小甲虫的动作、啊、如果你比较不会打的话，你拉到这个房间底啊，欸，我们拉到房间底啊，这样你会有更多的时间，欸，可以来做反应哦。那这只虫本身的伤害是非常低的、啊，这只虫的本身伤害趋近于零啊，趋近于零啊。好，这样子就可以轻松过关了。此外，开启地窖的次数不同，还会拿到不同的成就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。我是简单人生，我们下次再见。